等一下啊。怎么像炙热的这想变冷了，漂亮是吧？我们这边三四线四五线小城市它房价都不贵，不像就是叔叔阿姨你们在上海在深圳在北京这些地方，这边房价，乐山嘛它是个几线小城市，它房价没有那么高，所以生活成本不没有那么高，节奏超级超级特别慢，很适合宜居和生活。我们这边然后加上是一个旅游城市，小燕很不正常，小燕挺好，她没有不正常，小燕其实挺听话的。谢谢武媚娘阿姨送来的墨镜，谢谢，就你正常。小燕挺好的，我们不要说人家好不好，可能也是我的问题。好久不见，你是狗吗？什么意思？有没有来过乐山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？有吗？直播间？有的话打个有，来看过乐山大佛之类的。有啊，你们下次来记得跟我说，我带你们去看峨眉山，我开车。我去过乐山，乐山大佛、峨眉山都建议去的。我们是云南曲靖这边，来过我乐山朋友乐山住，看你的女朋友吧。我没有女朋友，还是有的人要说小燕，没事儿，很多叔叔阿姨是通过小燕和我的故事才关注到我们的，所以他们会问会担心，很正常的。我是陈宇，最近暂时没有带货。他知吗？锻炼还是有效果，瘦了点，瘦了吗？有没有瘦一点？哼。主要是饮食有控制，还是有一点哈。我身高1米81、82吧，净身高。在甘露啊。结实了，我现在体重瘦多少？看到下次见面，谢谢点赞，欢迎叔叔阿姨哥哥姐姐，给你们看我的篮球鞋好不好看？叔叔阿姨看一下，粉色的这个。粉色的篮球鞋，哦，你打篮球？对，我喜欢打篮球，健身运动。我最近，等一下，最近在练肌肉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还是有一点点哈，训练痕迹。那还没有去打球，我准备一会儿，想一想要不要去打篮球，因为很久没有去了。
怎么瘦下来的？就是控制饮食。大卫，你以前深圳女朋友回来，你们订婚了吧？你们喜欢阿芝吗？我觉得其实你们应该挺喜欢她的哈，长得也很漂亮，很善良。不喜欢，喜欢。很喜欢小英，那你们喜欢我吗？如果我不谈，如果我就一个人单身，你们喜欢大卫吗？我就好好的做自己的内容。我喜欢这样，给你们唱歌哈，就唱《喜欢你》这首歌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跟着我每个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甜蜜言语。连小燕，小燕不知道，如果小燕在我直播间，我可以跟她连麦啊，没有关系的。如果她在看我直播的话，不知道她在不在直播间。喜欢小燕，我知道你们肯定觉得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喜欢的，那我也喜欢的。谢谢，喜欢你，谢谢。好了好了，让我用尽所有真心，只要你相信我最坚决的声音。好了，我们都开开心心的坐在这儿，你们再聊几句。我们这边天还没有黑，因为最近夏天了，然后天黑的就会比较晚一些。你和小燕不合适，确实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。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聊一下关于你胖了不少，我明明瘦了，已经都。我们这儿开始黑了，你们都来自哪里啊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你们都来自哪里啊？西藏、重庆、浙江、广东。大家好，我是广东人，我名字叫做 David。 浙江哈尔滨，北京，
珠海、成都、上海、上海、河北、厦门、康定、成都、东部新区嘎。我你会说粤语吗？马大伟 ，yes you see you 啦 ，yes you see you 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广东人，我名字叫做。我只会这一句，不好意思。山东、山西、黑河啊，还有河北、双流，我就成都的。我说成都话、你们听懂不？说四川话。黑龙江，弹个吉他，吉他在我另外一个家里面，我没有带过来。我最近正在学。你们想不想听德国国外的朋友都有吗？我给你们唱什么歌呢？我没有音箱，我应该带个音箱，可以放伴奏，然后给你们唱歌。瘦了蛮多，期待等我再瘦个15到20斤，我就穿一次西装，去拍个大片，给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看。淮南说我好看，7点钟，那我就我要不要去打篮球啊？我想想，去打个球吧，行不？我就边换衣服边跟你们聊天，好了，我就去打篮球了。穿我的粉色鞋给你们看，李宁的，好看不？穿个这个背心，穿个裤子。你的影子在每一个角落，好像是在提醒着我，少了你的陪伴，我现在有多寂寞。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。去楼上，给你们要不要看我的卧室呀？我不建议给你们看的。他楼上就是有两个房间，这是次卧，这是主卧。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没有的话给你们看。它就是这样的，一个床、柜子，没有什么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次卧，相当于是一个儿童房，还没有弄。这就是我平时健身然后喝的蛋白粉，这个是，对。厕所就不看了吧，有点怪怪的。然后租的哈，租的不是我买的房子，租的房子。我朋友他们在国外，然后就租的，在乐山。稍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取了。乐山，叔叔阿姨，以后你们来乐山就住我家里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把床给你们收拾布置出来，你们就不用再开酒店浪费钱了。而且一般你们节假日来旅游，乐山是个旅游城市，它挺贵的，其实你们去租房或者去外面住的话。好不好？可以去找你吗？可以啊，欢迎你们。乐山老好玩了。这是什么 ？OK， 真的哦，真的。
你们来，你们就跟我发消息，随时欢迎你们，真的。因为我们少数民族，我们彝族这个民族就是真的很热情好客，他不会有，怎么说呢？不会，就天生就会自来熟那种。我洗个脸啊。你们别嫌弃我啊，我洗个脸。来泸州玩可以啊，来乐山能找我吗？可以啊，来之前提前说，我怕我不在乐山，提前问一下我就可以了。洗个脸，怎么联系你？私信呗，私信就可以了，去抓一个什么。七点，我到了七点半。我直播去开车好不好？然后到车上我就关播。结婚参加婚礼，我跟谁结婚啊？你们想参加也没机会啊，我都没有老婆。而且我说实话，其实我还是希望我的事业再稳定一点，真的能够挣到一些钱，然后再去考虑结婚这个事儿。现在真的不太考虑，想当了。谢谢你。多大了呀，田梦雨？你是阿姨吗还是姐姐？昨天阿姨姐姐长得挺多的，说实话。22，这么小吗？从今后照顾她，换成你照顾你，不论贫穷富裕。刚毕业，刚毕业你就抖音刷那么多钱啊？37级了，是不是给哪个小哥哥刷礼物刷的呀？不要乱消费，挣钱很不容易的，知道不？不要听那些男主播，那都是骗钱的，他们只是为了挣钱，不要去花你的那个白花花的钱，然后去给别人刷礼物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对不对？对的话打个对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挣钱真的很不容易的，不要去乱给别人刷礼物啥的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到最后有什么意义呢？难道他还要跟你奔现吗？真的，挣钱多不容易啊！给自己买，你说你要去别人直播间买点吃的穿的，你觉得便宜，那倒无所谓。但是，真的，去消费就没有意义了，去刷礼物，浪费钱。我干杯，你醉，这是个残酷的戏剧。等一下，可以了。找我干嘛呀？还是要瘦一点好看啊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胖了真的挺显老的，然后整个人都油腻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呢？等一下，我拿个袜子。不要再瘦了，我现在很瘦吗？
我觉得我现在也不瘦啊。可能到宁波来看看你们那里风景。我现在在家里面没有什么风景。我也要准备去跳舞，你们有没有在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？我看一下直播间。有吗？有是吧？嗯，我妈妈也跳。来乐山，到时候我陪你们去跳，行不？我也挺有舞蹈天赋的，真的。我也是少数民族，你是什么民族啊？你是哪个民族？以后别做朋友。藏族，好的，咋洗的了？这袜子是不是反了？汉族、壮族，我比赛来。比赛柔腻球，柔腻球是什么？叔叔阿姨给我讲。哦，会不会穿的太短了？这样子，管他的，就这样，穿着凉快，舒服。屈服，有点胖，行。我反而就今天这场直播，是我真的直播过很开心的一次，就没有吵吵闹闹的，然后就纯给你们聊天。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平时有的时候我都怕直播了，你们懂不懂？因为很多的原因和情况。看你跳舞，我不会跳舞，我不是舞蹈主播，我是一个电商主播，只是最近没有带货。想跟你唠嗑，可以啊。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想拥你入我怀抱。上一秒陪着你在争吵，这个背心太少了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天哪，这个质量也太差了吧，我的天。显得我的肚子有点儿大，显得我的肚子有点儿大。算就这个。出门去做健身教练，算了吧，那个不太适合我。7:10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能拿支架呀！如果等一下没信号了，就别怪我了。